뭐. 진짜 어이없고요. 왜 안 해? 리거 아까 뭐 말고요? 我真係再呢一幕，跟住我鬼佬，跟住就買嚟咯。我真係我都你，我真係驚你追。因為我諗緊，你喺你嘅心目中係有呢個潛在呢個功能嘅咩？唔係，主要兩方面其實係咩都做得出，得我哋明唔明啊？我好驚你啊，真係係嘛？真係唔係？不過真係衷心多謝我嘅好兄弟兩方面今日嚟到呢度撐我。 我已困，我已失落泪，多天黑暗不心挂念谁，多想永远，只等别人，为着要适应，只想要渡过去。多于思念里，身心都累，多于这段情味堡垒，我想沉睡，燃了汗水，看追来麻醉，来做我。 追为的废墟，一早变做了满山精粹。敏感处不好，不知你放纵心碎。若旧梦不堪追，就变问那谁？纵何是你可会洒脱面对？他怎相爱你？我否就当做老天，愿清理那满挫败破天一生之旅，功德圆满，方可归下去。 阿少，再谂一次，今次点啊？正唔正先？我谂下先，我谂下先。 想再唱多次喎，我以為我自己應安無我嘅幫助，原來就係大家聽唔到。真係不要啦，個天注定。咁你翻翻落去啦。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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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係呢度翻學嘅。OK， 嗱，大家 keep 住個情緒。你先講台落翻先。喂，我老細歸嚟啦。我先講先。
还会被种在眼睛一个，直到永久抹不走。还是旧日在生活乱流，你那新生你也必须接受。就算多悔疚，前程太旧，不要你本身里有多伤痛。你不再够苦水，这个想不想再打吗？愿望要尊声大念，却记得他教你差点丧命，是创伤太重，或过不去，是你不懂释放面对的艰辛。无论如全山水，尚在恨那谁？谁曾无坚不摧，摧毁的迷雾，一早便做你美好身躯，作罢你不还。愿纵大往事也不再绝对，他怎伤害你，今日替代了淡水。谁曾无坚不摧，摧毁的废墟，一早便做了半山精粹。问我住一天不知你放着心碎，若果不堪追，作别问那谁，从何时你我会洒断面泪？他怎伤害你，我否就当做老别，完整你那半挫败波折，一生之旅功权。大笑归去。其實我哋遇到呢種情形咧，就一啲都唔腳軟嘅，因為喺Big Four Man成立之前咧，安康呢個組合已經走咗大半個地球，我哋有咩未曾試過？係咪？所以呢啲問題完全難唔到我哋，自己要大家開心嘅啫，高興咪得啦。29年，好唔容易。尋晚我坐呢度睇，咁啊。我想每一個階段許志安的歌對大家都是一個生命裏面的一個回憶，但對於我來說，昨晚整個畫面呢就黑掹掹的。為什麼？因為我都有我的回憶，早年很多歌啦，即是你們即是說那些卡拉 OK 的歌，那呢在90年代有一段時間呢，我們不知為什麼經常都不得閒，一個星期呢去三次卡拉 OK， 每天都好深接了這件事，大家去卡拉 OK，
咁咧就我就係咁就晚晚就男人的感慨，我專一被愛，男人最痛痛。我一聽到心靈相通，當我心嗱嗱記唔記得安仔，我舊年去要翻哥華嘅時候，我 send 翻呢只歌俾佢聽，因為嗰陣時我住喺加拿大，就係心靈相通嘅時候。每一朝早起身，我一定聽呢只歌，我就好掛住我呢班兄弟。當時蘇永康一個人，我講個浪漫嘢俾大家聽好嘛？就係因為佢一講，我記得佢當時喺加拿大嘅時間咧，佢有一次我哋終於即係佢移民咗去嗰度啦。咁跟住後屘就終於冇攞到 passport， 寂寞難耐咁翻返嚟啦。咁最後屘咧，我哋有一次去 Big Four 咧，就去做 show， 就係去到嗰度。跟住佢話：今晚我請食飯，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就叫我哋三個咧，三隻嘅一齊過去跟住佢去嗰個地方食飯。跟住佢，我哋以為佢有咩宣佈啦咁樣。嗰個地方叫做 English Bay， 係一個海灣嘅餐廳嚟。其實好俗俗嘅嗰個位嚇，即係我想講最浪漫嘅地方係佢就係咁講啦。佢就係話，其實我每日喺度食飯，得我一個人嘅時間，我都係掛住你哋三個。今日我好開心喺呢個地方同翻你哋三個一齊食飯。哇！真係嘅，我真係好鬼好粗嘅，我有本簿仔寫住人生裏面啲咩事我要做咯。就寫住我必定要終此生帶佢幾隻衰嘢加埋開唔得分，一齊你哋都要食一餐飯，咁我就使得眼閉啦。好啦，咁多位掌聲繼續屬於許志安，再見。俾你掌聲。係，多謝。等下先，啊都係好啦。你哋呢啲著曬內增高嘅，拍埋嚟我度影到我好似好矮咁，同埋好矮。諗一諗先啦，哇！嚟啊，拍埋。最憎人著內增高啊！著內增高嗰啲人咧，心地唔好啊！同少女藏刀有咩分別呢？都係想殺人於無形啫嘛。咁點咧？個嘉賓上到嚟，你係咪需要同各位觀眾介紹下我係邊個咧？各位觀眾，張偉傑。你唔係認真係嘛？我講下嘅啫。你認為以我嘅知名度，我需要介紹嘅？你認為我企喺度，佢哋唔會自自動動嗌冧龍款嘅咩？做到你啊，好傻豬！係咪晚晚翻屋企俾人灌你迷湯啊？灌到你迷迷惘惘啫嘛，定係減肥減懵咗你啊？你都算好嘢㗎嚇，好少見人減肥減到連個鼻都瘦埋，犀利！唉。我就唔係叫張偉健啊，我叫老鳳，大家叫我做老鳳得啦。冇錯，每一次許志安開 show 咧，我係老鳳要嚟嘅。嚟到咧，我亦都係老鳳要講好多嘢嘅。講完咧，亦都係老鳳冇錢收嘅。你關埋多做咩啫？儲奶粉錢啊！呢個世界上有樣嘢叫人奶啊嘛！嗱，今晚咧，老老實實，我咧就唔打算講好多嘢嘅。雖然我已經講咗好多，我係咯，好想講。你唔使講嘢，有我喺度，你係唔需要講嘢。OK， 我先啦。我想講，即係大家音樂人。今晚我打算同你用音樂嚟到交流啊！即係點講啦？我企得上呢個台，我哋呢啲正式話事頭唔係猛龍唔過江啊！即係我咁講唔係話踩你個場，只不過我的哥講嘢不嬲天生係有啲霸氣啊！即係各位如果唔啱聽嘅，咪去廁所咯。啱聽嘅咪俾啲掌聲，俾啲掌聲。
撳住你啲情緒啊！我係咁依講兩句啫，咁樣。我都話我真係哭不嬲，真係我冇嘢多，即係 fans 多啫。都緊張啊！啲好啦，我哋用音樂嚟到交流下，我睇下你對 band 入唔入流先。咩人嚟？好玩佢哋啦，熟口熟面㗎喎，有彈過下堂會嗰啲㗎嘛，你哋。終於聽我呢、這個，好型啊！你頭先你孭住把吉他出嚟，後面爆曬煙花咁。我幫你影咗 video 咧 ，send 俾你。好正啊！個煙花好一條嗰個。一次你玩啊！我同導演講，我叫佢爆勁啲，個導演話唔得，錫住你啊！佢驚爆爛你攞咗冇得揾食。喂，彈琴嗰、那個。彈琴嗰個係咪啊？香港十個有九個演唱會你彈曬，佢咪十三倍係嘛？喂，我下個月紅館開 show 喎，係嘛？我都係揾咗十三倍喎，不過唔係呢個十三倍，係紅興十三倍。執君如啊，成晚君如彈曬，我唱曬，你哋嚟唔嚟啊？咁都嚟啊？好，下個月九號準時，紅磡佛光街球場。唔使咁早做啊！我早開操十點幾十一點鐘到啦，神功氣嚟嘅，做通宵我哋。琴音獅子入場啊！唔該。好啊，嚟啊！音樂交流啊，好嘛？阿洪興啊，唔係阿十三，你又 call 嚟聽下。你入先嘅喎係嘛？嗱，我哋係冇夾過，我想講我第一次聽佢講嘢。佢話：你乜都唔使理㗎啦，得㗎，交俾我啦。咁所以我今晚係咯，交俾佢㗎啦嚇。點樣玩㗎？而家係你真係唔知想聽我，唔知點解白皮覺得我唔錯都係好啲。我話俾你聽，咩叫唱歌啊？聽真啊！十三倍紅嘅個音咪俾咗潮啊！即唱一齊唱嘛，好嘛？好。我唔係同你講，我同啲觀眾講，即唱一齊唱。當你見到。
好開心，好開心唔係因為我可以簽到佢下，而係因為原來佢長內身高同我差唔多。嚟啦，仲有兩件，我哋請埋你上嚟吧。好，蘇永康，兩位。耶！喊曬咁啊！安仔，衰嘢。安仔越大啦，就越感性。上一次逼科，無啦啦俾佢嚇到我哋，你無啦啦唱唱唔到。你做咩事啊？真係冇有我咁，好似個人生倒數咁嘅樣。喂，唔係阿康，你頭先你嗰下你都好嘢啊！食飯，即係佢又嚇到唱唔到，你嗰招毒啊！你估佢招咪真係冇聲嘅？拉仔啊！你中曬計啦！我三歲有呢支把戲啦，我都識啦，公鴨、鴨石、蛤蟆、扭得。老老實實，你哋有禮貌啲好唔好？點樣？入屋叫人入廟拜神，啱唔啱？咁所以中意佢咩？唔係咁大尊佛喺度嚟拜啊！拜拜拜好嘢啦，好靈性啊！少咩八哥多啲，佢大仙啊！我下晝同我老婆睇中醫，我認得咩啊？呢條係咩線啊？呢個天池丸啊！呢個大家記住湧泉丸呢個，跟落去啦。壯陽的效果喂許太今晚回去多督他好不行如果你想事半功倍除了督內那個湧泉丸之外還行你看他頭頂似不似掛著隻水魚向著喂我覺得即整個整件事沒有試過做什麼事搞到他面尖硬窄夠了你們即是插眉插眼這些沒得過肥我想你試試你在那裡說的什麼你增高沒有好啊我開心其實他穿了內增高都跟我差不多高我們這些平平實實做人腳踏實地直接我們擺明從小到大都腳踏實地是他不知道為什麼有沒有這樣的人條的你做什麼你以為你扮什麼你不要扮什麼我平底鞋你現在扮什麼你做什麼平底我平底鞋我沒有內增高來的我都冇啊！喂，我都冇。你冇扮嘢，你我扮咩嘢啫？你出嚟啊！我大庭廣眾叫我拎出嚟，有大啲，做乜啫？逼哥有咩唔好死？你叫我拎乜嘢出嚟得㗎？你而家挑戰人哋，我拎出嚟啦！你嘅爭嘅我。嗱，邊位有啫？碎咧！喂，我扮下你，碎碎咧！喂，呢啲我叫内增高，厚少少嘅鞋尖，着得舒服啲。我哋整到一齊。喂，好啦嗱 ，OK， 我哋呢個場嗱好啦，去到呢度再咁嘅話，我哋就出曬平時啲嘢出嚟噶啦。好，喺呢個時間，我哋俾啲掌聲。Big Three， 好唔好啊？係我生命裏面好重要嘅三個。快啲試試我先啦！嗱，而家我講嘢咧，佢哋完全唔理我㗎我覺得好似一個陌生人咁樣嘅，你睇佢哋。執翻個樣先啦，大佬啊！呢啲時間真係啱啱撳到門又俾我咁樣，不如抒發一首歌俾你。要啦要啦。唱歌就咁啦，好嘛？我真係冇喊，真係冇喊，上次你。喊到咧成個 DVD 出曬，我年年新年咧年初三咧都冇嘅件事。哎呀，辛苦大家一個啦，愛莫能助。辛苦你哋 ，thank you。至少可送你爱的歌，我到底非难？
但站在你身边会是我。爱莫能阻，其实是最令自己恼火。谁都称赞我，你我各有寻和否，必须单打独斗，可不可击败命运，将得天过手。Thank you.